棒轰出炸裂阳春炮，乐天桃园快腿陈诚威关键的这颗全垒打帮助球队突破僵局，打下超前分。此刻他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，绕垒的同时不断仰望天空，最后踩回本垒，双手抱头难掩激动。回到休息室还是很难平复，队友林振华送上爱的抱抱，陈诚威再也忍不住当场跪啼。家里有对亲人过世，所以好像有一些些的这个情绪要需要宣泄。镜头捕捉到陈诚威下了场后仍不断拭泪，从小阿嬷带到大，祖孙俩感情很深，如同妈妈的阿嬷突然离世，没能好好送他，只请丧假一天回老家看阿嬷最后一面，就马上归队，带着满满情绪上场挥棒，他要感谢在天上的他继续给他满满能量。谢谢刚离开这天上的阿妈，谢谢她好好的到了天上，但是也没有忘记眷顾我，让我能够好好在场上表现。28号中华职棒赛事真的充满满满泪水，中信兄弟德宝拉暌违一个多月重返一军，以6局无责失的好表现拿下胜投，还有单场 MVP， 对德宝拉来说真的不容易。一年同时双亲归队后，首战状态马上回稳，拿下胜投要献给在天上的爸妈。Son cosas que uno siempre va a tener que llevarla por un largo tiempo en...sabe la memoria de uno, sabe, entonces es muy temprano, sabe, para uno asimilar los problemas que han pasado. 家人一直是支撑运动员最大的力量，用力挥棒是球员们对逝世的家人最好的送别。锦新闻综合报道。大嘴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